您这俩不听话嘞。以血献祭，烽火新生。我会复仇的。以血献祭，重获新生。笨蛋，跟我走。别打我啦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以血献祭，重获新生。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别炸我啦！我是来找朋友的。这是个错误，可悲的术士。哎，不准越线，我会复仇的。我的手牌太多了。你喜欢玩火吗？错了吗？
傻孩子，不是你在挑魔杖。空气新鲜吗？是来找朋友的。找到猎物了，时间紧迫。鲜血感，我的耐心有限。哎，不准越线。舞动翅膀，带来毁灭。舞动翅膀，带来毁灭。我会复仇的。可悲的术士，时间站在这里，在我这里，你拥有真正的力量。变成全新的你，我渴望复仇。
我的耐心有限。真正的力量，我们渴望复仇。没多少招牌了，你明白现在必须做什么情况呢？我没有牌了。伊鲁恩的旨意是什么呢？跟同学分享你的想法，马上动作。你拥有真正的力量。我们渴望复仇。结束了。你赢了。